第三号男生，总经理不是应该很忙的吗？怎么会有时间来这边散步啊？是啊，像这样子散散步、忙里偷闲的感觉真的很好。可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太奢侈了，因为就像你所说的，我要回公司了。还有。 我今天会出现在这个公园，是因为我把我的车停在公园的停车场。啊，这么棒的公园，你却只能使用停车场，我有点同情你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